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这个视频的主题是我给杨凯文画一个令我心动的妆容。那现在就是赵奇君已经需要用妆容，就是我来吸引赵奇君，让他心动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觉得这跟做菜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我这个这两天我已经非常用心的研究过了。我们第一道程序啊，刷大白啊，我们第一步会用到这个彩妆蛋啊。嗯，对。就然后你俩点到脸上啊，就点到，根本不用我提醒，不用我，真是他真的画蛇添足，我就是在想从哪一步开始，不是，是用手先点到脸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什么呀，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像那个印第安人。这一步很关键啊，我们用美妆蛋轻推提拉，这样的话会非常的匀称。你要把我发线好毛好好粗了。不会，你能不能你别那么使劲拽我头发，就没几根儿。就跟摊煎饼似的，你把这个粉底液啪摊在这个杨凯文的脸上，然后就拿这个饼撑子开始糊饼。消气，像杨凯文脖子跟脸比较黑的话，就是要给他脖子也给他上一上这个颜色哦。啊啊！一定要记住把脖子也稍微带一点，不然的话会出现杨凯文脖子很黑的状态。哎，你真的好像在展示一个就是只有头的那种模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其实我作为一个化妆师呢，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。我是想给杨凯文画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的一个日杂妆，比较清新的妆感，配合这个今天杨凯文这身造型，这个 look， 紫色 look， 所以我选择这个眼影盘。相信我，这些玫红色和小小的清新的小紫色，是你喜欢是非常适合杨凯文今天这身 look 的。男生都喜欢这种颜色吗？我不是很喜欢，我是觉得很适合你，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的东西。嗯，别不要多说了，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淡紫色配玫红色，这个不用瞧。有缘当然有仇报仇，真的很漂亮。哦，肌美很漂亮。好像你没人打手。不是，你要相信我是真的闭眼了，我闭眼。眼角的部位一定要这样，轻轻的往回扫一下，这样接下眼影的时候才非常清透和自然。我觉得已经有那味儿了。棕色系是日杂妆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为了这种清新的妆感，我觉得是会非常凸显一会儿这个唇釉的这个质感的。对，我想说一下，这个不是调色盘，就一次只能蘸一个颜色。就你不能蘸四个再混一起，然后还敲一敲，什么都没沾上，别把我这弄得那么脏好吗？看我的，下眼影干嘛？别干嘛呢？你这样一堆棕色，你给我画下眼影。哦，会有黑眼圈的感觉的。哦，棕色不能画下眼影。继续画吧。分层的嘛，它这块有点太紫了，我准备把它这块再晕染过去一些颜色，红色或者豆沙色的一些眼影去做过渡，是不是还可以？是不是还可以啊？快点画呗，下一步是啥？该画完了，完事儿。空气突然安静。要不一会儿卸了妆，你自己画一个。嗯，挺好的。那我其实自信点，刚才那股自信的劲儿呢？自信点，刚才那股自信的劲儿呢？不是做好的攻略吗？这期不录了吧？要不然自信点，自信点。不，他们都是这样画的。加油！人家就拿那个针笔，哎，真的就在这抠着呢。这画可细了，他们都。自信点啊！腮红吧，腮红，我觉得选择一些粉扑扑的小脸颊，其实很适合。凯文的感觉，刷子你能看出来啊，都是这种粉粉的，就是杨凯文原来的这种痕迹，所以我也用他原来的这个
一些常用的，给推锅了，常用的这个腮红啊，所以说一会儿要是呈现的效果不好，千万不要赖我哦。哎，我其实挺好奇，你这日杂妆从哪儿学的？这句话就好像就会这一个词儿。注意力在这个脸上，多在脸上，是不是有那个劲儿了？吹一下空气刘海。别做这些无意义的事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哎呀，有点糟糕了。刚刚这个凯文给我进行了一些心理建设和鼓励啊，让他能继续把它给画下去。然后现在这个日杂妆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大功告成了，确实很杂。最后一个唇妆我准备给它画一个湿吻唇，那么我其实会用到这款欧莱雅湿吻小钢笔129心动信号这个颜色。心动信号，看你是花里胡哨。赵军给我画口红之前我也给大家试个色，然后它是一共是两个，一个是雾面哑光的，一个是水光的。然后水光的就是会呈现一种就是水润润的感觉，嘟嘟的那种，就是它是那种亮亮的，但是不是说像是有一层油那种。然后它成膜速度非常快，就也不会说有那种黏腻感呀，还挺好的。然后下面我试一下雾面的，还挺好看的，是刷头。诶，可以看出来，你看上面是就是亮的，下面就是没有反光的，就是它是哑光的。然后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，就是感觉很高级吧，上面感觉很少女。我争取一步到位啊。你能快点画吗？你这很难受。怎么了？张徐云我画，我李云画。这里面不用画，他要对我牙里去了，感觉牙上一点都没有，不用往里画。相信我，这个刷头竟然还是心形的，心动信号。这个嘴角是不是不能画出来呀？我觉得真的还蛮漂亮的，然后我喜欢它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，我再给你稍微点一点亮亮的小金色啊，男生看起来会心动的感觉，真的会。我觉得这样，你保持一个微笑，好吧。给平时的妆容打一个满分的话，你觉得你今天可以给我的妆容，不是给我给你画妆容打几分？几分？你好意思让我？你平时的妆容是100分、哦。你还好意思让我给你这个妆容打分吗？你屁品，我这种是非常有那种大师级手法的感觉的。我能给你画一个吗？